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啊！啊，是，请大人放心。陶谦纵兵杀害武父，此仇不共戴天。传令先锋夏侯惇，但有敢救徐州者，格杀勿论。是。曹操追杀董卓失败后，自领人马在山东驻扎，并命人前往琅琊郡接父亲及家眷前来山东。途经徐州时，陶谦为交好曹操，命部下张凯一路护送曹父。不料张凯图财害命，途中将曹父及全家老小杀害。曹操大怒，令兵杀奔徐州而来。若能救得徐州百姓，我陶谦愿手捧大印到曹营，任其袍哥呀！夫君，使不得，使不得呀！大人，万万使不得呀！夫君，久镇徐州，民众感恩呐。可曹兵势大，难敌呀。曹兵虽然势大，可外破徐州城池，夫君与百姓亦谨守勿出啊。糜竺元貌似出城，前往求太宗孔融发兵救应，只怕援兵未到，城池已破呀。主公，帐外有个叫陈宫的要见将军。不见。啊，是。慢。是谁？是陈宫。哪个陈宫？当年在中牟县亲手放了您的那个陈宫。叫他进来吧。是。明公。洪台，别来无恙啊。托明公的福，还算安泰。但不知公台弃我去后，现在何处高就呢？现为东郡从事。哼，做得好大官呐、啊！明公
莫要冷嘲热讽于我。我知你与那陶千素来交厚，此来莫不是为他做说客的吧？陈公正是为此而来。哼，明公，为报尊父之仇，你以大军兵临徐州，然陶谦乃仁人之君，并非见利忘义之辈，尊父遇害皆张凯之物，并非陶谦之罪。明公，黎民百姓与你明公有何仇恨？所到之处，你竟要斩尽杀绝。陈公，当初你弃我而去，今日你有何面目再来见我？陶谦杀我一家，我誓要将其摘胆剜心，以雪武恨。明公，陶公祖已不必担忧了。莫非有退兵之策吗？我想请先生见一人。这是何人呢？请。是，请刘使君。米先生，徐州之事备已尽之，陶公祖乃仁人君子，不愿受此无辜之屈。先生可曾听说过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与虎牢关大战吕布的刘关张吗？哦，刘使君乃当世英雄啊，若得他来相助，徐州之危自解啊。使君，久闻使君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今徐州孤苦无告，百姓危在旦夕，望使君前往救难呐。玄德公乃汉室宗亲，今曹操以强欺弱，残害百姓，公何不与荣同往救之？北非敢推辞，乃兵危将寡，恐难轻动。使君，荣之欲救陶公祖，虽因旧义亦为大义，公岂独无仗义之心也？孔太守，既然如此，请孔太守发兵先行，容备去公孙瓒处解三五千人马，随后便到。哦，如此英雄相惜，实在令人可敬啊。好，我明日发兵，望公随后便到。切勿失信啊。公已被为何人？圣人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被借得到人马，借不到人马，都必将亲至。好，正像你所说，刘玄德真是仁义之君呐！玄德公来了，徐州城有救啊！快快快开城门，快开城门迎接啊！快快呀！刘使君到。
傅君。哦，傅君，被恐城中无粮，难以久持，我特杀进城来，与傅君商议退兵之策。哦，公能来救徐州，真乃上天不忍徐州百姓无辜受难呐！啊，糜竺，在，取徐州牌印来。是。公此是何意呀？今天下大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义立福社稷，老夫年迈无能呀，愿以徐州真心相让啊。夫君，辅君之言，令刘备徒增汗颜。北虽汉朝后裔，然功德微薄，现任平原相有恐不称其职，今为大义前来相助，公出此言，莫非以我有吞并徐州之心吗？哎呀，北若有此念，皇天不佑，老夫句句都是真情实意呀、啊。前当自写表文神奏朝廷，请公万万不要推辞啊。此事万万不可。父君，眼下兵临城下，大军压境，当以退兵之策要紧啊。父君，刘使君所言极是啊。好吧，好，我当修书与曹操，劝其和解，曹若不允，再厮杀不迟啊。也好也好，哼，刘备何许人也，哼，也敢下书来劝我，言语之间窃有讥讽之意。来啊。在。把下书人斩了。是。主公，刘备远来救援，先礼后兵，主公当以好言答复，以慢其心，然后进兵攻城，则城必破。主公，有流星快马来报。嗯，快传。吕布拿陈宫之计袭破了山东。啊，快将告急文书拿来。曹仁急报，新晋又由东郡陈宫去投张邈，并为吕布献策，袭破山东，进取濮阳。现只有鄄城、东阿、范县三处得荀彧等人设计，死守未失，其余俱被吕布攻破。曹仁将军屡战皆不能胜，特此告急。那吕布自从被吕爵、郭汜赶出长安，先投袁术，后依袁绍，弃张扬，投张邈，若丧家之犬。吕布乃是匹夫之勇，想不到区区陈宫为徐州说情，遭武拒绝，竟干出此等事来。主公，山东有失，我等已无家可归，看来只有回师救急了。将军所见极是，徐州之仇可徐报之，此时不如卖个人情给刘备，退军去收复山东。
退兵。刘使君到。副君。啊，刘使君，多亏了玄德公的那封信呐。副君谬讲了，北不过是得了个顺水人情而已。啊，请。好，请。主公，遣今日略备薄酒，为诸位忠义之士接风洗尘。请，请，请，请。主公。陶谦有一言，主公做个见证啊。老夫年迈多病，二子不才，不堪国家重任。玄德公乃帝室之胄，德广才高，可领徐州。老夫情愿起贤养病啊。哎，不可不可，孔文举令我来救徐州，此乃义举，吾端据徐州为己有，我将为天下不义之人呐。使君，今汉室衰微，海宇颠覆，叔公立业正在此时。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刘使君镇领此处，正所谓英雄用武之地呀，使君就莫要推辞了。此事绝不敢从命。陶府君多病，不能逝世，明公勿推辞了。府君，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内人望所归。且近在寿春，何不以徐州让之？袁术乃冢中枯骨而已，何足挂齿啊！玄德公，今日之事乃天与良机啊，公若不取，悔不可及呀、啊！不可，绝计不可。玄德公若舍我而去，我将死不瞑目啊。大哥，继承陶公相让，兄且全领徐州市吧。找我又不是我们强要他的周军，他好意相让，大哥何必苦苦推辞呢？尔等想陷我于不义之地吗？父君，想让徐州之事，卑实不敢应命。玄德公如此不相从，此间近处有一小邑，名曰小沛，足可屯军，请君暂驻军此邑，以保徐州，何如啊？啊，这玄德公就不必推让了吧？这样我们大家也好放心离去呀。多谢府君。
为何偏偏尔能夺人徐州，我吕布就不能战尔山东了啊？吕布匹夫，来！吕布如此跋扈，谁人出阵杀取威风？陈宫，我区区一个县令，如今你敢为虎作伥，在阵前擂鼓助威，我誓杀汝！曹操赶回山东，与吕布厮杀。陈宫屡屡献计，使曹操一败再败。哎，曹操何在？前面骑黄马的便是。走！主公，快走！主公，快走！快！濮阳一战，曹操险些丧命。是年蝗虫忽起，曹操因军中粮尽，引兵回鄄城暂住，吕布已引兵回濮阳坚守不出，因此两地权且罢兵。君之去，必为吕布袭取山东之故，今因遂荒罢兵，暮春有必至也。不由得使老夫想起曹军学习徐州的惨景啊。府君不必担忧，臣等你去小沛请刘使君走了多时了。这徐州牧你看。府君两番豫让为贤德，那是你身体上强健，故而玄德公不肯接受，今日使臣病已沉重，他一定不好推辞。但愿如此啊。夫君，夫君怎一病至此？起来，快起来，看坐。夫君要宽心静养，不可。我心里明白，曹操杀败吕布必来报仇啊，徐州岌岌可危啊，万望明公可怜百姓以汉家城池为重啊。夫君君有二子，何不传之？两个犬子都不成器，我死后还望明公多多教诲，切勿令长周氏啊。北一身
安能当此大任呢？我举一人可以辅佐明君，此人姓孙，名乾，北海人士。子忠在。刘公乃当世人杰，望汝善使之。夫君，夫君，夫君，传令徐州全城，大小军事尽皆挂销。是。什么？我大仇未报，陶谦老匹夫竟先死了。那刘备不费半箭之力竟夺得徐州，太便宜他了。我要先杀刘备，再编陶谦之师，以雪先父之仇。主公下令吧。慢。主公，此时不宜发兵徐州。为何？昔日高祖保关中，光武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正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而终成大业。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而入。汝山东有失，徐州再得不到，主公将于何处退身？纵然不为先君报仇，徐州也是势在必得。曹仁、夏侯惇，在。你二人守住鄄城。是。攻打吕布，先扫除后患。是。收拾败残军马，我要与曹贼决一雌雄。将军，曹兵势大，不可相争，先寻取安身之处，那时再报仇不迟。可你当时劝我攻打山东时却说曹操不足为惧。公台，我欲去投袁绍如何？前番投袁绍，将军傲慢其手下将士，险遭杀害。若再去投他，恐难相容。可先使人往冀州打探消息，如袁绍不容，不妨不妨去投刘备。什么？本意去救徐州，没想到如今却……吕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则伤人呐。前者
若非吕布袭取山东，怎能解徐州之祸？今日他图穷来投我，我岂能有他心呢？哥哥心肠太好，即便如此，也要准备。你等随我出营。先马雷，是。我主仆自与王司徒击杀董卓之后，又遭李傕郭汜之变，飘零关东，诸侯多不能相容。今以败军之将来投使君，共图大事，未审君意如何？前者曹操来攻徐州，多城将军袭取山东，借了徐州之位，今陶府军新事无人管领徐州，因令备全设州事，今幸得将军至此，何当相让？我吕布乃一勇夫，何能做得周牧？将军，请莫谦让。有道是强兵不压主，请使君勿疑。既如此，前者袭破山东，本应以山东为本，成就大业，不料反坠曹贼奸计，败兵折将，元气大伤。今得蒙使君不弃，守部于穷途之中，我心中实实在在感念使君的大仁大义呀。来，叫他们出来拜见使君。我一家能有安身之处，皆刘使君所赐，你们要多多拜上。哦，不可不可，这万万不可。哎呀，贤弟，你就不要谦让了。呸，我大哥是汉室宗亲，你是何等人，敢称我大哥为贤弟？来来来，我和你战他300回合。我大哥这样的好人，几经推让都不肯受领大印，你这等不义之人，怎么能把徐州让给你呢？烈地狂言，胸无见责。蒙使君不弃，收留于我，但恐领地不能相容。我投奔他出去了。将军，
将军若去，乃卑之大罪也。列帝狂言，令日当令其与将军陪话。我还是走吧。今有一小沛，是被平日屯兵粮之地，将军若不嫌弃，权且歇马，粮食军需仅当应付。将军你看。如此，不，多谢了。天子在迁都洛阳的途中，被李郭追杀的消息传到山东，使正在商讨进兵讨伐徐州的曹操及众文武也大为震惊。主公，嗯，刘备虽收吕布，但我以为讨伐徐州之事可以缓图。嗯，今天子迁都洛阳，此乃事关天下的大事，不可不虑呀。嗯，西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主公若于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亦从众望，此乃顺天应人之大略。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今天子蒙尘，将军若于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亦从众望，此乃顺天应人之大略。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天子降诏，宣曹操入朝，以赴王室，曹操接旨。臣曹操接旨。都烧啊，都烧。将军饶命啊，请恕小人冒犯之罪。逃逆所到之处，必将攻无不克。报。